2024年一月初四，今仔日是礼拜四，哈啊！今日整个台湾的天气呢，哈、啊，受到这个冷气团的影响，啊，北部天气比较寒冷，啊，其他的所在呢，啊，早晚温啊，同款哈，这温度温差比较较大，部分所在有局部短暂雨。故日行到十月23号，哈、啊，那气温的方面，对北较南温度11度到24度，哈、啊，这是咱天气状况，咱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好嘞，感谢啊，今晚呢，咱就来加进行着今仔日的节目，来开始来加看新闻下、啊、来。来，首先咱来个看这个台南市立委的选情啊，吼，昨昏是民进党伫这个专攻吼啊。817的重要的路口来举行一场吼啊，徛路口啊来向大家来催票拜票的时间呐吼啊，咱有看到台南市的立委嘛，拢全部吼总动员，包括这些民意代表啦吼啊，出来伫路口咧，甲大家安尼拜托吼留票，打算进入了吼，剩最后无几工啦，民进党长。串联专攻22关市东部顶开路口拜票的行动呢？台南市立法委员候选人会当讲全力吼啊动员，争取着乡亲的支持，希望会当讲出了吼啊60全雷打就对啦。啊，市长吴伟天呢，伊昨昏嘛来宣告正式启动冲刺的复选行程。为赖清德吼啊，萧美琴啊，加着当即个立委候选人吼、啊，来全力徛台，冲来到最高票。台南市府表示，市长吴伟天对昨昏啊请假来到吼、啊、12号就对啦吼。啊，这最主要是要投入这个复选，啊，那市政呢？是照常推动啦，那有什么重大紧急的事项必须要处理，就会随小假上班。市长请假，市政无放假。目前伫台南竞选总部全体大动员，地方的委员、里长啦、党工职啦，啊，伫这个台南超过50个路口吼响应，台湾美德徛出来，加上这个民众自发吼，为保护台湾贡献力量啦吼。啊！伫这个选举进程，将会超过吼啊300个路口来向着民众来争取利好，美德赢台湾的支持。每天昨昏陪同立委赖慧媛啊，徛伫路口呢，啊嘛分享着伊的这个口号就对啊啦，讲第一选区吼，邓票就是2胜3等于6啦。2胜3等于6就是讲总统2号赖萧佩，立委3号赖慧媛，政党票6号民进党就对啊啦，肯定有做代志的人来延续正确的方向。陈定辉、林依晴、林俊贤、王定武等吼，竞选团队昨昏一透早就来到永康东区交界的中华路甲小东路啊，来遮吼集结。啊，因准备了吼扛棒啦，啊，包括吼手举的台啊顶的道具啦，陈定辉、林俊贤更加请啊，更加请来了大型的保安啊。啊，做伙向着来来去去上班的民众吼，安尼大家来恳请支持，声势真大。多好不着上班啊，这个尖峰时阵呢啊，吸引了真侪民众的目光就对啦。啊，选区的范围上界大的过国门，嘛有着议员陈秋红来陪同啊，伫满道区的中正路。包括新国路路口来拜票，啊，支持者拢真热情回应，互因真甘心就对啊啦。啊，过个门咧讲讲，每一工徛路头拜票已经啊超过1个月时间啦，选举已经啊建立了行情啦，对手的阵营会攻击不断啦，会更加拍拼吼，谦卑来提出着任何的建设成就，包括发展环境政见，争取认同。另外，恁以前伊着路口啦、宣传车啦，包括用行路的方式啦，全力来冲刺着选情。议员朱正轩啊，嘛帮忙吼，亲力家家户户，包括蔡奇也来拜票吼，分进合击。包括市议员蔡丽清啊，这嘛陪伴着青年军啦吼，拉拉队伫安南区、诶科工区、诶路口吼，安尼大跳着停台。
台湾应援曲啊，支持者吼，大家纷纷听到声音拢加入呢，不分区的立委候选人吼，黄新伟嘛伫现场，啊，路过的民众，大家嘛三声比出礼贺的手势来做加油。台湾新著名人权联盟协会执行长吼，李氏王燕。吼、哦，你是王燕啦吼，传了着新住民的姊妹啊，搬来到现场收听，希望伫关键的时阵会当吼啊，不分族群、不分国籍，来支持代表自由民主价值的赖小培共同来保护台湾吼。即阵伫咱台南市大台的选情就是安尼啦。嗯，啊，今麦这个李表开始咧发起咧做啥选举公布啦吼，啊投票通知单啦，哦，这应该过两天啊，就差不多拢总会收到啊，就对吼。啊，这次啊，2024年的这个总统大选，搁加立委的这个选举吼，这个选举公布吼，内面咧特别注意的就是讲吼，在咱台湾1996年总统直选开始到即嘛吼，啊，今年的正副总统的选举公布当中，头一遍出现着啥？出现着政敌。嗯，这块全部讲无人知，将来无，我到真正有人会提选举公布起来，你也看啊。哈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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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证件吼，不过去证件有啊，其他拢无哦。我李伟叫李伟的，哎，李伟起来弄完，就是总统级级别的对。啊，谁那看的总统无啊？迄个这李伟啊，议员有呢。嘿，这其实吼讲一段好笑就富了对啦。这就是看在戒严的时期有无吼？当时国民党的迄个就做啥呢？迄个中选会啦。嗯。哦，伊足惊讲啊，那咧惊候选人甲台湾独立。政见下去呀！哦，哎呦，有有有，所以就禁止着总统啊、甲副总统，而且了这选举公布来，对，未使出现有政见这个物件呢，就对了哈。啊，这刚刚讲的是讲台湾其实伫戒严的时期，都咧举办选举啊啦，吼、哦，迄、那个是叫做东华嘛，嗯，哦，东华甲国民党咧输赢了，对啦哈。啊，这个戒严时期都咧举办选举，啊，所以选举公布的时阵啊，这个各种的候选人吼，伊、哦、要下。政见要刊登之前，迄、那个中选会拢一定爱先经过即个国民党的中选会去做审查，吼、哦、做审查吼、哦。啊，除了讲啊，迄、那个做烦恼内底讲就好听啦，就是讲惊内底有不实的迄种，或者啥迄个盈利啦，还是无适当的即讲话啥种种。其实上重要就是讲啊，对即个台湾独立哦，迄、那个审查。主要就是咧找讲，啥物人会写这个物件安尼啦吼。啊，过去的候选人当选的时阵吼，台湾的独立的声是有够大的大就对啦。当然啦。啊，对啊，迄阵是有够大吼，也当选加强国民党拼迄个台湾的。啊，即摆开放啊，你讲啊，你唔讲啊？这个跟咱这头毛同款呐。嗯。较早去读高中的时阵，咧学校拢检查头毛有无？诶，头毛用针头啊，一个捏，哦，超过三分，哦，看我针啊，哎，对对，啊，你嘛正确讲，这个发型把你解读了，大家都嘛剃得头，那现在剃得头毛了，对啦，哈，啊，这个这诶，这个学者哈，学者这个这王洪温呐，哈，王洪温伊咧讲哈。讲过去的选罢官呢，虽然其他的像立委啦、啥种种，啊个为了什么做国代啦，吼、嗯，较早过咧选国代嘛，吼、哦。国代有算定。哎，拢有证件拿着着，但是有严格规定，就是讲这个证件拿来的三种物件未使出现着着。第一，就是台湾民众主权。哦，好、哦，主权，哈、哦，就没意思了。哎，对对对，啊，第二就是台湾独立，哦，这当中禁止出现，哦，这当中禁止出现就对了哈、哦。啊，为着讲他妈翻来翻去，抬来抬去，归回去的哈、哦。啊，尤其是总统这个选举哈，也就标了了后呢，这个、总统选举开始出现总统选举的迄个选举广告嘛。嗯 嗯, 嗯。啊，这个乐山来讲，啊，他妈翻回去啊，归去。迄个时阵，总统选举的迄、那个都。选举公布，总统加副总统的拿来的都无证件啦，嗯，都无就对啦吼。啊，其他有诶拢爱经过伊审查安尼啦吼。
啊，即嘛无啊，从今年开始证件拿到已经出现着，迄、那个做啥？迄、那个因的证件就对啦，啊，要看的人食饱上用，你较懵懵啊看呢啦吼。啊，即、這个做即嘛你做良心，慢慢心扎啦，无人会写台湾独立吧？即嘛在咧讲台湾独立的像阿星啊这种来好大呀，你他个叛逆好大啊！你在坚持啊？啊，坚持啊！无咧坚持分两种，坚持有诶是聪明诶坚持，一种是好大诶坚持啊。我是属于好大诶，你是属于坚持诶坚持啊。我是好大诶一种人哦，所以即、這个即、這个你着安尼，咱对这段历史来甲看，你着知道过去主张台独，嗯，迄是简单讲讲就我歹听，迄是像咱诶新主白共款诶。你总爱随时入去入去看，对啊。等到迄个时，主持甲台的主张台独是有可能，唔甲那车厘子散的，加布林某种可能，就是等于用尴尬呢，你甲看卖啊。啊，即马唔免，故在你讲，我无来加讲。你家个是不做好笑的，我一起啊。哎，你家个是不做好笑的，你个台湾早就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啊，那你看我较早啊，民主政府拢白痴啊，他可能叛逆啊，早就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你去做一个主权，但到一个主权啊。我听唔听？你感觉家己先家己的脆皮吗？哦，家己先家己的脆皮，无奈。啊，我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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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浪都是国民党来啦，来来掉人。好啦，哦，这是这一个插曲就对了哈，来给咱们报告一下。啊，其实，迄、那个选举公报送到阮兜的时阵有无哈？嗯。诶，阮某拢会收嘛。嗯。啊，选举公报伊就安那放咱边啊，啊，另外选举的就做通投票通知单。哦。伊就另外夹伫咧迄个就做。另外一个，哎，主要早一点嘛，所以一点伊就甲退起来，啊，就甲夹单咧，阮咧独家店安尼就对。啊，双击广播在底下要冲啥样啊？还煮不热汤啊？对啊。哦，还照看不热汤，那弄下煮不煮啦？啊，无了煮。你讲话是足远的，远靠靠人别看啦。对啦，啊，你像个李哥拢足细哩。哎，对啊，李哥拢足细哩。有啦，嘛是有想要看人伊毛，你就想我就看。嗯。但是我是会见鬼啊！我介意人去看，我袂讲。散步迄个一寡迄个，比如讲啊，无要紧的，迄我伊也看的。我是安那想的，我会看啦。我是无咧看，原因就是安那。啊，我已经知道我要支持啥物人，我唔怕要创啥。无啊，我已经无要支持你啊，我看你要创啥。我意思是安尼啦。我就感觉讲迄内容嘛，趣味趣味啦，啊，就看因的学历啦，啊，看因证件是咧讲啥，但是袂讲全部看到了啦。你看，走马看花咧，呀呀。嗯。我跟你讲，你看的时阵吼，那议员的选举也是立委的选举，对不对？这个道理位嘛，对不对？哈，立委的选举的证件拿来，对，都做些处理的物件。啊，那是总统的，嘿，真正没想法。哦，总统人拢知影，大家一定是讲到对边去啊。啊，立委选举像这边的选举公布，一个县市内底有一个立委啊，伊的选举公布啥？你讲哪？嗯，参我家己都未到，我家己。麻烦您将票投予其他的人，我的目标是零票。啊，迄个、迄个、啊，迄个是讲半天啊，就是穿穿哪号啊？无知名度嘛，啊嘛无支持度嘛，啊，变成伊就爱出怪招啊。啊，譬如讲伊，他说来报一年，再就是怪招出来的时候，有可能伊就是讲啊，我讲啊，买不咧，不讲，我就是用这个怪招啊，买荷兰杂工。讲啊，我就是要等你啦，无要那，啊，遐也无一定啦。我讲听啦，啊，你无地面多，无迄个啥气气多了，无地面多就无气气多啊。不管你上面怪叫了，上面怪叫了，对了，就是别人个邓美助理啦。这选举公布吼，咱讲真正吼，这些是在印刷。我较早作早以前，我都拢来看，啊，所以我拢一直感觉讲奇怪，有足侪政治人物吼。伫咧选迄个市议员的时阵，就对啦，迄拢古早的代志啊。伫咧选市议员的时阵，当然咱看得到就是台湾记者嘛吼。伫咧选市议员的时阵，那明明咧中营中学毕业的啊，迄当时伊就是应中营中学毕业的啊。啊，一直到我咧选迄个啥国代也好啦，立委也好啦，啊是选个市长也好，都咧啦。毕竟中兴大学，我唔阿个安尼，我系去几十当前、十外当前咧看，伊就是中营的啊，啊起码变中兴大学，啊个做势又更唔。咁唔是咧，你像蔡介雄嘛是啊，你像吼杜达雄关等下迄个什么人啊？迄个台南市嘅政治，因为迄个即个面向面，徐立明啊，徐立明嘛是啊，我唔奇怪啊，今早都拢高中呢，高一呢，啊，系伫咧选市长、选立委嘅时候，哪变中兴大学？啊，中兴大学有足侪人是啊，以前去咧做新议员嘛，啊，新议员就伫咧什么中兴新村咧啊，嘛，我伫遐就讲这個。
啊，咩唔做什么关系？冇关系。对，这冇关系，即我跟你讲先。大学内底有种叫做进修班啦、啊。有进修班啦、啊。系啦。啊，你嘛是爱去读噶、啊？冇、啦，冇。你那是进，你那是真正进修班，你嘛是来去读噶、啊？你我知啦，真正。我知讲的是真正。我知，我知有一个课，我知后来吼有开真侪迄个私立的大学。嗯。啊，你听你讲的啦吼，我嘛唔知啊，咱卖讲讲名啦，迄私立的大学就对啦啦，你去读的话，你都吼钱交。嗯。注册会去教，啊，科技也是卖课，啊，的适当了后是的比较清楚合理啊。我也谈科技的没课，哦，爱的小含义啊。你像我较早，他说人家公共学店呐、啊，哎，我较早迄个联课了后吼，阿爷分数做卖嘛，嗯，啊，阮爸讲我阿在唱，阿这唔得好，你看他家无安尼去啊，凊彩嘛，我咪无差来一点有诶，啊，结果去注册中营，当我是注册米钢做诶啦，我中营米钢诶，阿得去登记嘛。阿廖讲，阿迄、那个联课的成绩单，我唔免看联课成绩单啦。你就来注册来交钱啦。那但是我都认真读过，我读美工科是做认真咧。有兴趣啊？你都有兴趣去考了呀？有兴趣就是去啊，分一张门票。他那注重这个，注重文凭。有啦，注重这个有读册，读到位，过来注意你读到位，啊，对不对？哈，所以。啊，这个选举公布，我咧甲看啦吼，这个、全国啊，所有啦，无论是立委还是总统都三组嘛吼，啊，立委就足济啊啦吼。我若有咧兴趣咧看啦，咁麻烦你甲我看嘛，看倒一个主张开放罢免的无啦。啊有啊，今年无这个话题出现啦，所以应该无这个政见。但是明明就讲强匪啊，对咱威胁愈来愈大啊，啊，这动作都唔做，哎，都军人的代志啊。开始安尼讲个政见，闹两乌克兰的战争，那会得军人的代志。有啦，那真正爬过来的时阵，对啦，咱家应该付出的责任拢走袂去啊！你当作军人公公哦，一早拢安排好前几当前，就拢开始调查。恁这间厝地下是无？恁那间厝地下是无？来，恁是无咧注意呢？嘿，即马开始咱伫重要的所在，伊拢已经开始会打光啊！本来出早有啊，德兰方向。哎呀，出早就拢有这个。前几当拢就拢开始咧调查。怪艺术的。不管你间厝是几二十年啊，几三十年啊，你只要闹地下。未来那工会啦，他们台湾怕起来，我的你那个还是都是红票人的所在啊！对啊对啊对啊，那这拢一定有啊！这较早这几啊当前都已经都上所谓疏散牌啊啦、支持牌啊就对了哈。但是我都讲过啦，万不利啦，真正发生战争的话就对了。我是无足无想要讲去当当后边只。啊！你阿咧捏胖啦，阿捏啥货啦？啊！你阿别当做头前啦，你阿无当做头前啦，你阿捏货阿无多啦。啊！你若要做头前的话，的哥倒晒倒去啊，厝里人也袂甲你动啦。我就是安尼啦。有问题是我穿袂去倒去啊，啊！穿是又袂去倒，的哥倒晒倒了。哦，所以这个，那其实哦，你像那个乌克兰加俄罗斯怕东欧了，对不对？啊，人家想的太远了，国家你都话多伊啊。你看乌克兰内底迄个上届有名的亚速营啊，嗯，亚速营呢，战力已经比全世界排兵已经排真悬了，对啦，真悬吼。啊，讲伊呢战力非常的强，结果这个亚速营是安那成立的，你敢知？亚速营其实上早成立的是，伊是对乌克兰的迄个政府不满的。哎，伊是对乌克兰的，说咧不乌克兰，但是亚速营现在也对乌克兰政府不满，就是迄个乌克兰当时伫美国、俄罗斯啊，各位咧做，甲咱划过英国，战争之下，迄、那个乌克兰家伊的协助武器有无全部撤掉？哦，全部不满了，全部撤掉。啊，亚速营的人就主张讲，啊，你这物件拢撤掉，你早晚就讲掠起上心嘛。对，让那有物件，可以被个你弄掉。对，你无用。我说亚速营，伊就家己就烧，因为乌克兰趁机是开放的嘛。所以就开始先入去。啊，你什么时阵人数变上多？你看那克里米亚半岛去俄罗斯占领。啊，乌克兰那个政府竟然点点都讲保护的，吼，那个是亚速营的雇佣起来啊。啊，即马乌克兰政府甲亚速营收编起来，因的国防军，讲恁这是正规军，亚速营讲恁在咧插潲哩，我怕我哎呀，上喷到你，你边家无钱啊？那有钱啊？那有钱啊？你边家无钱啊？所以亚速营其实就是民兵的一种，对啊，伊无接受的，即马是哎呀。哦，主要是哎，哎，以前伊是完全无接受乌克兰的人。哎，乌克兰的人对啦，哈。哎，乌克兰的人，爱因是。对啊，那伊咧是有那民主的呢。
哦，你比人家民主诶，你咱做入去就较简单。比人家民主诶，人因咧食薰拢有诶薰苦呢。但我今日拍掉都唔敢开就是安尼，啊，这个这个学到大家都有钱啊，好啦，大家都有钱。正讲个，你们再个得等下，空不空空，空五八六六，八下来。先生啊，先生给你退过啊。哎，安尼哦。先生来，我先问一下哈，你讲家是拢食哪？我啊，那是吼，我隔壁吼，一个叫报我姐啊。哦，安尼呢。啊，报我姐吼，我想啊，我伫电台，我老弟弟无咧听啦。啊。我想好啊，无来食看嘛。我就是以前做陶醉啦吼。啊。做陶醉伫，从做陶醉我外边对无？好，对对。外边是。离老尾吼，等下个离外口我外边，还有下个到下底面涂骹，涂骹，我下一个吼过来吼，开始吼脚拢会酸痛。哎呦，啊多人给我介绍啊，我人给我介绍吼，介绍听恁的节目，我那是都，介绍许多，那我一介绍。好，你食啦，啊，你食外久啊？食几罐啊？我记恁这个组织恁食足几罐啊？今麦了食二十外罐有啊？安尼哦，啊你今麦安尼你等着迄个所在迄个商店安那？哦，我当了时哦，等着哦，啊变歹天哦，啊变歹天哦，拢会举起来食。反正讲明仔载啊要落雨，我就睡着呀。哦，全起用在。我就讲，我啊开始咧商店话，讲啊。啊，明仔载你搁落雨啊！我卡卡又搁会下去啦。啊，今麦嘞？啊，今麦就是我人介绍我食许多哦。嗯嗯。食这种感觉，哦，我卡搁较厉害安尼啦。哦，开始咧食时，嗯反应的。啊，所以我就是讲，我就是伊讲。反应搁较深较甜。所以就叫我卡电话去服务中心。有，你只要有卡嘞，我给你解释讲吼。你甲我解释说。讲这食落去，安尼好转反应吼，会愈酸愈疼嘛吼。我叫你得忍耐，你迄阵敢那讲食到第三四。开始也开始酸痛嘛，对对对，所以你来讲啊，这好转环境，哦，不要紧，所以我阁继续在吃，吃即马像今年吼，今年有两个风台要来着，拄啊拢过啊拢袂阁酸痛去啦，啊无伊个阿袂食许多呢吼，哦啊，从隔工啊要落雨啦要啥吼，哦，脚拢开始酸痛去啦，拢像气用台袂先来，你就先知的，恁这许多。给你改善到你身体了。好，感谢这许多。谢谢啦，我嘛给你说说。啊，你今仔在食喏？哦对，啊我今麦就是我食了有效吼。啊，我囝吼，因为我上山嘛，我上上山嘛。啊，我上山哦，今麦感冒，这个感冒了会换迄个感冒。哦对。抵抗力歹。抵抗力做歹安尼。所以我讲啊无先煞换是有囡都有囡仔的，哦啊先煞来买囡仔好食。今麦到这样，我食了今麦过拢唔捌听。你感冒啊？对，我跟你讲啊，先生，我跟你讲，阮这个遐个我咧强调，我袂跟你介绍过。对，这只个囡仔较有抵抗力。啊，那感冒吼，啊，阵会感冒来讲啊，念的好。啊，对，然后你食几多囡仔吼，绝对较袂感冒，抵抗力较强嘛。好，啊，恁今麦恁遐囡仔只感冒，那拢较袂感冒的。感冒。好，恁上生哦，啊，上生几岁啊？啊，几岁？满两岁啊！啊，安尼吼，啊，你一顿拢我食几粒吧？我一顿拢我食两粒的。哦，两粒吼，啊，食三顿。安尼会使啦，即食咧过瘾啦，会气更啦吼，啊，佮以后伊个头壳啦吼，目睭啊拢较袂近视，拢好啊，头壳食咧较有记性啦，读书较，啊，若去读幼稚园嘛，较袂去用传染病，像迄肠仔病都有诶，无会较袂啦，对啊，较袂有传染病啦。感谢你呢，先生。过来。真感谢雄狮大收听台湾人俱乐部直播吼，咱信任公司好有咱独家所提供的。这是广告时间哈，也咱这个鉴赏吼，这登记性吼，风未增高吼，啊，雨未增来了，对了，天气未增咧变化，伊就开始咧感觉啊，感觉讲哦，开始都个咧酸痛。这真侪人会安尼哦，真侪人得着这酸痛症吼，拢会有这种的状况了，对。尤其那是要变天啦，吼啊，酸痛啊，乌阴啊，落雨啊。啊，起寒起冷安尼，拢先有这五条了的。
这个是生听的人上敏感的所在就是安尼。嘿，有当时比气象做较准啊，风台未真高啊，雨未真来对啦，气象做阿未发布，人伊就先知影啦，为个心内家己就知影，这唔对啊，这艰苦哦。所以从许多境外听众朋友吼，啊，咱新南公司许多山这个物件较食，好较食，食看嘛咧，吼，那足侪人因为这个物件食好呀，哦，医生啊、汉医啊，大科都吹过啊，吹过啊，都无法度，都无法度了对，啊，就偏偏啊了艰苦安尼了对。啊，所以咱市场公司产品，你故意搞价中间吼，对身体上有正大些帮忙哦。包括有囡仔的吼，啊囡仔喊你咧广告，啊都是啦，讲到囡仔，咱就甲因提出一个有囡仔的。咱若出生囡仔吼啊，伫咧国民校以下安尼咧幼稚园的中间哦，可能搞不出搞感冒吼，赶紧提一个改变一下，唔当甲放咧，迄家己的囝、家己的孙哦，拢知影，知影即身体好歹拢知影吼。啊，只有出问题，赶紧信咱公司许多山加。我听你讲，好，有点冇了解，继续拍电话来咱做询问哈。空白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白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白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哈，这个电话是咱从这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啦，哈。来，咱今麦就从个别信行公司啊，这个产品呢，十款的朋友呢，咱都加上三款以外，咱有提供这款精品，为了请上好咱每十款的朋友哦。每十款的朋友，你也帮他经十四寸沸腾的电容一台，你比较经孟特娇热天的薄汤啊，尽量这种类型是经水族品牌平底蒸锅一支，你比较经槟榔烟窝两啊。马龙也当了吼，金信山公司另外有三十粒，真的惠安所、金立明、保顺健、喜乐通、喜乐清，能够收三十粒，这拢会用起，咱一道金一行未完尽。啊，另外是从咧各位金山公司产品五款的朋友呢，咱都加上一款以外同款吼，我那有提供一个精品，要请上荷兰的五款的朋友。美国的朋友呢，你当个金三米多保温杯一支，你要金白沙湾起个一条，金冰糖烟炉一打，我拢会当呢。金大香的胖子一打，金无限制的洗头毛巾一罐，金环保洗衫巾一包，拢会使。咱一道金一行归完结，空不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来，接不下来，咪邀请听众朋友呢，做来欣赏这首的歌曲，这是江辉《白色的爱》。天天希望，想
好嘞，感谢哈兰哥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转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0500-668，电话一在是啊8点到 AM 7点，啊，咱有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哈。来，感谢啊，咱个继续来甲进行这部看新闻台。来，接下来咱们来个看这个罗清标吼，伊的选情。咱知影，即马国民党啊，侯友宜选情过急啦。啊，今仔日咱向向看到一篇吼，下当讲差不多吼，全台南市国民党的市议员总动员啦。啊，今内面有真侪即个国民党的即个市议员总动员吼，这家互你算未了就对啦啦吼，差不多叫出来名，拢差不多都伫遮出来啊。啊，即群人跳出来。哇哦，偌清的讲什么？讲哦，什么啊？新市镇的中心啦、啊，啊，帮什么吼、哦？亲友插房啦、啊，包括偌清的伊买间厝买偌济啦，无所不用其极吼。啊，来哇哦，偌清的讲伊什么吼、哦？安怎样啊？吼，擦地皮啦，啊，安怎样啊？趁钱啦，帮亲友趁钱就对了啦。啊，针对遮所有的人，突然间伫这个时阵吼、哦，跳出来讲遮的话就对了啦。咱来个看吼，民进党遮伊是安怎样啊来做回应啦吼？这民进党一名市议员叫做蔡晓美，伊安尼讲啦，伊讲国民党有可能真正去互选情逼甲着急着啊啦，开始咧讲白贼话，的哥到菜刀啊啦，啊乌白搬出这个八点档的这个傻狗屎的剧情啊啦。重点只是想要转移侯友宜去红崩了，利用市场职务放宽建地融资奖励价吼啊，建商合摩擦地的代志安尼尔啦。包括这个侯友宜凯旋院收学生的租金，每一年拢共起5%啦。包括这个贾良界40几笔的房地产啦、啊，包括吼、哦、中卫啊，包括土地中卫公司大雕啊金亚的这个借款来往的对啦。国民党一直到我今仔日咧。拢完全无解说遮诶，即个房地产诶来源到底是安怎样啊？今仔日国民党诶台南市诶即个啊市议员诶记者会吼，安尼来停即个炒地皮诶即个候选人就对啊啦，来剥削着即个青年吼，诶诶未来就对啊啦吼，啊种种就对啊啦吼，啊这会当甲讲吼。就是吼、哦，选情过急啊吼，选情过急啊，啊去哦，这个啊，这个啊，因家这群人开始那个抹黑啦吼，啊，当然我就底下咧想想拢无呢吼，想那忽然间跳这群这个国民党的这个台南市议员，啊，每一人拢讲吼，只这一点啦，嗯，这其实唔免这麻烦啦，这你都经一个较高讲话吼，啊，都全部啊归一点就好啊。啊，唔免就用个什么王家珍呐、啊，什么好有诶无，人家是对人啊，咧大家其实对白啊，无需要。啊，另外咱个要质疑诶，就是讲是安怎样啊？恁认为讲这个偌清标就对啦，伊南科有贪污啦，新市镇有贪污啦，帮伊遮诶亲戚朋友啦吼有贪污炒地皮就对啦，包括伊伫对台北厝有贪污。啊，遮迄当时伊咧做行政院院长，开拢无甲标出来啊！啊，遮伊迄当时咧选副总统的时阵，奈拢无甲标出来啊！啊，遮伊拄打开始伫要选总统的时阵，你奈拢无甲标出来啊！多等甲即马即个时阵的好友谊，已经吼、哦、选情过急啊，看吼一字排开，徛了所有的台南市国民党即个市议员一个退一退，安尼来咧攻击赖清德。较重要的是讲啊，赖清德后做这个代志，你国民党的议员大家拢早就知啊啦，声音站不掉。到即马要，即马要当过啊，搞啊嘛。哦，你别别你讲你讲讲些有诶无诶？唔多，我讲头讲都去人听着。嗯。我赖清德到正时，一瞬间啊，无一个玻璃家己诶所在啦，中位啦，是虾米种种啦，无玻璃啦。这么严重吗？啊，别搞啊！我你该对别户啊，给你表啊。所以雄起多见，就是国民党底下人讲的话，会相信是未相信？是这么宰人啊啦？嗯，对啦，宰人啊。这啊，但是重点就是讲，迄种
平常时啦，无咧关心政治的有无吼？嗯，那我常常看到这个时阵，伊就唔知讲啊，这是真还是假？对啊，会被影响遐尔啦。啊，那无像咱这个，你个开一万店，我们咪出笑去啊？对不对？哎，国民党诶议员咧开个内面徛一个王家珍，王家珍是什么东西啊？王家珍是贪污助理费咧。洪初晓参选的主席咧，啊，各位就闽南徛地，系啊，各位闽南徛地的所在啊，张个罗林啊，佮看到王家珍的宣传车，啊，佮咧侠女精神永不低头，我们靠腰啊，唔咧，你袂当算啊，啊，你袂当算咩？上双位那个心渣鬼都袂，所以啊，南边介绍的伊上多啦，系啦，你只样讲安尼尔，南边介绍的上多啦，对，什么人都无法理啦。所以国民党要开什么记者会，啊，咱即卖以后咱就学国民党去做安尼嘛。啊，老不花你去搞啊！那国民党啊，老不花你去搞啊！你提出政府去啊！你去搞啊！我都安尼念嘛，简单的是，因为这个，那就是别谈讲就对了啦。讲家家里那些诶，所谓的贪污啦、差地皮啦，安怎样啊？这是个不花的代志，是安怎样啊？偌清的去当时离开台南去做行政院议长，你无改变？是安怎样啊？去当时伊咧选副总统的时候，你唔改变？包括去和民进党个提名，要选总统的迄段期间，你唔敢逼。无来到即马，他忽然间吼，大家安尼徛出来，啊一人逼一旁，安尼个逼。你袂感觉讲安尼逼安尼上班啊吗？你无去当时伫咧做迄个行政院院长时阵个逼，还是含小英咧参选副总统，你含咪搭档咧选副总统的时阵，迄当时个逼。我唔是拖来到即马，你卡咧个逼，啊你咧个逼，你都好友谊的选情告急啊！你即马逼嘛未未久啊！我讲听啦，生政治唔是生家咧啦，啊你若要逼的话就对啦，就是叫一个人啊吼，较够讲话，啊家只所有你感觉讲偌清的做过不发，规一个人控得好啦，唔免调高位讲好，迄、那个国民党是对议员，安尼徛出来，比如讲那公关的讲是真的安尼吼，无，啊你都逼人听，哎，都逼人听，我做团结，做团结咧，我拢做会，你讲我食饭，做会食饭。所以这是要选举的进程，他咧讲这个东西来讲哦，哎，因为议员早就应该知影，无迄个讲会顺呀，这是个英雄。哎，皇宫啊呢，啊，咱也无咧甲变两啊，这也无做啊，对不对？哦，甲第二啊，第二倒啊，也无代志啊，卖来用佚佗。那有，恁咧议员讲事情，到今嘛要选啊？别算了，你看来的工业，黑龙江不起家，台湾人民、台湾企业、市民未相信这啦，未相信人工的这个对，哦，然后但是有政府啊，你睇睇，靠这个，你那总统的孙人啊，你看嘛，还一间厝卖几十块，哎，卖几百块的门口啊，啊，你水人啊，啊，一个月租金税偌济啊，属实有影，伊家己嘛唔敢讲，唔敢白出啦。不用心我听了，你用心了，大家拢要挖乌了，对啦。嗯。嘿，挖乌，你把台乌对不对？嗯。规个挖做伙了，对。大部分人未相信。嗯。尤其大南市人未相信啊。嗯。啊，这高山基金，这嘛就千嘛车市嘛，你唔要个高岗嘛。系啊。我个高日就掉高岗，听得足奇怪。嗯。高日啊，高日高日就掉啦哈。也有的啦，也有的啦，这阿伯来的愈来愈近啊，就来蛋愈多，愈侪奇奇怪怪。哎，不能相信，哎，这都未出问题啦。嗯，我话未差啲起来啦，未啲起来啦。这无啦，这是这个地方上的一个新闻，那大家都笑笑去看看安尼尔就对啦。啊，那国民党的都，哦，你看你看，就是安尼啦，就是安尼啦，吼。那部长你讲啊，就差异啊，哈。好啦，感谢啦，哈。好，啊，这个头多都讲。算计特别高啊哈，啊所以呢，这两个做古了必说奇奇怪怪的消息都拢愈来愈多啦哈，啊咱听做不用那个平常心看，平常心看的话，啊唔能，迄个去有这个消息影响啊，上重要就是讲吼，唔通讲，唔代这是真啊，去传去朋友们讲啊，这真啊假啊？什么是趋势啊？就是乱掉的对啊啦哈。一日个过一届，过一日个过一届。哎，对。今麦都连串三讲的三件嘛，第二件就是讲罗清标义务。苏行柱嘛，第二件就是讲罗志镇吼，含人咧拍 A 片嘛，第三件就是咱拄啊无去听嘛，就是规个所有的台南市国民党嘅市议员，安尼一字排开啊，大家人摕一块手牌啊，讲吼罗清标南科安怎样啊？
啊，帮亲戚朋友安怎样啊，啊，伊买厝安怎样啊，什么会安怎样啊，吼，啊，包括八十八千，迄、那个过在去买厝，这个是别家，啊那。中国国民党不分区立委候选人、区块链权威保博士葛如君等34人跨党派史上最强。我是朱立伦，台湾的未来需要你这一票。大家好，我是三合陈美雅，三号陈美雅，本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法学博士，釜山、盐城、前金、新兴、林雅，团结选票，唯一支持三号陈美雅。以上广告由陈美雅服务处提供。各位乡亲时段，大家好，我是台中市长罗秀燕。罗秀燕非常的推荐，上优质的立法委员候选人四号黄国麟。1月13，罗秀燕拜托你投予四号黄国麟，和高雄过较好。罗秀燕，感谢你。以上广告由黄国麟竞选总部提供。冷冷的天就是要泡温泉，现在出发2023屏东四重溪温泉季，打卡整美灯饰，温室超萌水豚，消费满额还可以兑换限量好礼，还有温泉市集、路跑及亲子电影院，一系列疗愈活动等你来体验。详情上网搜寻2023屏东四重溪温泉季。屏东县政府广告。中国国民党不分区立委候选人、区块链权威保博士葛如君等34人跨党派史上最强。我是朱立伦，台湾的未来需要你这一票。我是立法委员林代华，高雄的早嫁林代华，代华嫁给高雄，代华嫁给台湾，代华全心奉献，代华想了解乡亲的需求，林代华爱高雄，支持一号林代华，一号林代华，感谢你。以上广告由林代华服务处提供。我是高雄第六选区登记第一号立委候选人郭背宏，恁这为了保护台湾的民主，帮助年轻人薪水大大的提高，拢会当没错。这个就拜托您把神圣的一票投给登记第一号的郭背宏，高雄第六选区登记第一号郭背宏，是您唯一最好的选择。以上广告由新雄营造郭崇哲提供，台南市东区裕忠路382号。我是一号郭背宏。我是高雄市长陈其迈，这次立委选举诚恳推荐四号李博弈，左营男子大大小小的建设，博弈多参与其中，认真推动。拜托大家把最清楚地方需求的李博弈送进立法院，1月13号支持四号李博弈，谢谢。以上广告由李博弈竞选总部提供。这是一个上界快乐的所在，一切真自在，关心土地咱的爱。这是一个上界自由的所在，快乐爱台湾，声音上有爱，上快乐的电台。声音上有爱，上快乐的电台。现在时间9点整。世间一世，随中的幻影，慢慢消失的手中听众朋友，嘴破、舌头老化、气化不正、敏感酸痛，拢会当来个使用这条白沙湾齿膏，真正有效，佮兼会当顾你的喙齿患。像我呢，十几当前牙周病严重，应该即马变健康的喙齿患，这唔是我白讲的哦，确确实实哦。啊，咱那听众朋友有想要使用，叫回专线，台南康六7945079，台南康六7945079。感谢。大家好，我是民进党提名的立法委员陈选林黄杰，这次参选到高雄第六选区的立法委员，前金、新兴、林雅、高山、盐埕。
黄杰是高雄的查某囝，少年敢冲敢拼，对高雄有热情，对国家有理想。拜托大家1月13日，立委支持黄杰，总统支持赖清德，做伙守护台湾。拜托，感谢。我爱你啊！新年，嘿，新年，嘿。各位厝边头尾，大家好。我是您的好厝边立法委员王定宇，立法委员王定宇，定宇啊，本人亲自叠加向你拜托，2024年总统立委选举，拜托支持赖清德王定宇，总统支持咱的老市长赖清德，立法委员支持长久甲大家做伙好心乐王定宇，总统拜托支持赖清德。立委拜托支持王定宇，守护咱的台湾，建设咱的台南，服务人民。总统拜托支持赖清德，立委拜托支持王定宇。进党票一张投予民进党，王定宇本人伫遮甲你拜托，甲你恳求，拜托，拜托。台湾，台湾，不怕困难，台湾，自信勇敢，信赖台湾。0800-0500-6668，这个电话是咱全国吼啊免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啦吼。来，接下来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呢，做来欣赏这首歌曲，台中市王小姐来点播张天君演唱的歌曲《无情的梦》。
好嘞，感谢哈，咱哥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转国免费的叫回专线，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电话在时啊八点到下午七点啊，咱用专人来个咱做接听哈。来，感谢啊，咱哥继续大家进行节目看新闻下来。来接落来，咱们那个看一篇这个头版的报道哈。总统大选昨昏已经剩最后十天，今仔日算第九天啊啦。啊，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昨昏强调，中国不是第一道来介入台湾的选举，也唔过这次吼是上加严重的呢。为着要来粉碎着中国改选上加好的手段，就是中国支持什么人，就绝对袂当和这个人来当选。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伊昨昏嘛回鸿伊的本命区啦，啊，伫新北市啊，这个那年一票村永和新店家吼，展开了吼车队的扫街啦。啊，讲好用吼，啊，民众大家都爱支持伊啦。啊，那国党的候选人郭文廷呢，昨昏嘛走来到桃园市进行吼车队扫街啦。啊，有真侪人看到伊呢，好啊，大家话讲阿伯加油啦，阿伯加油啦。随着这个选举登票日子是愈来愈近，赖清德、侯友宜、郭文廷三方的阵营拢全面启动了陆战的攻势。啊，透过着啊，徛路口车队扫街、造势活动、展开拜票、催票、购票的大作战。赖清德一透早呢，就徛伫台北市的四联两的街头，率领着全体的党工职吼，啊，伫全国东部徛路口的催票。赖清德伊表示啦，国民党吼啊，即、這个运用中国介入了即场的选举，全国的民众拢看个真清楚。中国介入这个台湾的选举也不是第一道，也不过这次是上严重的呢，会当讲不择手段呢。无论讲吼啊，用威胁的啦，用利益引诱的啦，用抹黑的啦，还是用假消息吼影响这场的选举，拢总有。咱台湾人看个一清二楚，偌清就直接咧讲，要来粉碎着中国介选的这场选举上介好的手段，就是绝对袂当和中国支持的人来当选。啊，那无台湾的民主就无啊啦，选举就那亲像咧选特首啊啦。赖清德呢，伊呼吁全国的民众徛出来，用民主的力量吼，手中神圣的一票来粉碎着中国恶极的行为啦。啊，那唔盲讲全国会当团结一致来保护台湾，和咱的社会安定、经济进步、人民会当来幸福吼。这是咱啊看到吼，这个赖清德吼。伊啊，即、這个、迄、那个啊，伊特色啊，伊的特色吼，伊活动啦吼，啊，另外吼，咱有看到即个中国改选吼，啊，唔过吼，每一道中国国民党拢动作吼，把酒票喇叭割掉，拢动作无看到，安尼点酒酒，啊唔讲，啊无就支持民进党安怎样？嗯、民进党的政府总统候选人赖清德、萧美琴全国竞选总部的发言人陈世凯啦。不分区的立委候选人沈博阳加吼大律师团体了对啦啦，诶，这个律师团吼有这个啊许玉哲吼啊柯如迪了对啦啦，昨来召开记者会来分析着中国改选的手法再升级，质疑啊，伫这个萧美琴前往邦桥做事进进一暗了对啦啦。啊，这个东芝的邦桥立委的候选人张宏禄，啊，搁有罗地清，正拄好，拄好遭到吼，遭受到吼无属实的谣言的攻击。啊，而且攻击的来源呢，这有通奸背景，最明显就是中国改选上改新的案例。国民党煞吼把酒票喇叭割掉，拢当作无看到，也搁跳出来骂赖清德就对啊啦。这个罗志镇呢？罗地前传出讲，这个私密的影片外流，罗地前嘛已经反驳，这是境外的网军所来操作的这个假造的影片啦。啊，这个影片当中的人不是罗地前伊本人，伊嘛伫这里阴暗已经提出告诉啊。啊，罗清的昨昏冇回应呢，罗地前的第一时间已经声明，这是假造的影片，嘛是这个影片的受害者。
会当看出讲中国介入这场的选举，无所不用其极，包括加拿大的总理杜鲁门了，对啦，啊，杜鲁道了吼，嘛受到这款的攻击，哇哦呢，啊，这个攻击拢总是同一个国家，就是中国。但世界伊指出咧，讲攻击落地前的消息来自吼，伊传媒啦。这个易传媒是吼，迄、那个建业的吼，唔是咧，唔是咧，易传媒。啊，但是后手佫改名咧，改讲易传媒，就是一二三四一二咧，到底有共经啊？无我唔知啦。伊的总编辑就是虾米人咧？吼、哦，这个人以前做出名，就是曲美凤。啊、嗯，哦，伊的总编辑就是曲美凤、嗯。这个曲美凤，伊曾经做过通缉党的发言人，嘛曾经代表新党参选过，甲中国统战的关系，唔免讲，通人知影。攻击张宏禄的人，就是曾经做过国民党的新党啊，国民党的这个新党的立委候选人游地斌啊。这个曲美凤甲游地斌拢有通奸相关的政党背景，又个当时编出了干扰吼选举的假消息，严重来影响着台湾的民主的选举。但这卡伊表示啦，对着这个啊路透道德讲中国施压五月天的政治表态。国民党唔打点点，无牵涉中共呢。国民党的副总统候选人，这个赵小康一个要求五月天公立台出来表态，吼、嗯，互、哦、人看一个火气。啊，这个新辟阳就是乌行学院的院长啦。新辟阳本身嘛是民进党不分区的候选人之一，吼、哦，不分区的立委候选人之一了，对啊，新辟阳。伊讲中国。会当借由两种方式来传播假消息，一种是网络啊变作影片，即处是采用吼，安尼正啊粗俗正啊正迄个较歹的现有的工具来变作图片，还是影片，啊来操弄着大家的即个认知就对啦。第二就是害入特定的人士的账号啦。啊，传播这个假影片的最主要的账号，大多数是拢只成立一天尔，也是几年无使用的人。啊，最近突然间发布了这个选举的消息的社群账号，这拢是典型的中国国安部解放军的做法就对啦。啊，可如特意咧讲咧，讲公职人员的选拔法、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吼，啊，这个选拔法真清楚有规定啊。伊讲啦，行为人是徛伫私人无当选之意图来散布，啊是报散吼，也是依着其他的方法提供人观看到候选人之假的伪造的声音啦、影像啦、电子记录啦，会当判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哦，千万唔。唔通吼散布这种吼假的这个影片来做共犯。另外，就国民党不分区的立委候选人啦、啊，这个叫做假谅解，包括前立委区的啦，立前立网络来影成讲国民党啊，来影成讲民进党的这个总统候选人赖清德，伫外口含人偷生一个囡仔。啊，这个赖清德竞选总部发言人郭雅辉表示，这完全是恶意的中伤甲假消息。典型就是中国改选，已经嘛叫律师来到台北地检署各假谅解各区的啊，候选人本身家己啊，伊当然伊有个团队嘛，我着委托伊团队的人去过伊啊，免本身家己人走去过啦，来一个过一个啊，对不对？
啊各个的了，来看看来。系啊，啊各个来看来看讲，拿这安尼借钱的，咱赔偌济，赔得赔得钱，那摕来开安尼，唔足好，哦，对不对？别来好难开，哎呀，我支持也难开安尼啊。那好难开是歹势啦，直接比如讲靠做安尼就好啦。哎，不明白，不明白，这个大家听这个，我也听你也杂噶啦。你今时候你拜年过，你头你着紧啦，十三，哎，十三就到啊，结束哟。迄、那个长得已经开始啊，吼，即整个迄个民调无吼，拢未使公布哈啊，所有也未使公布，意思就是干那讲，迄个民调公司啊是啥，你个人咯、哦，嗯，个人你有哪未使去传迄种所谓或者民调的资料了对啦，还是民调的结果拢未使哦，嗯，五十万啊。哈哈快五十万啊！做重要，做重要，你唔能家己提带无聊啊！你啊算啊，再不那传一下朋友话哦，我都白讲讲猫咪人哦，哇！先啊，即马面条第一名咧，哦，诶，我来讲五十万吓，这钱吼是足单嘅，足单嘅吓，哦，所以咱讲面条，对对对，慢算。但是咱系得讲咱算过嘅票啦，咱从许多大概入啊，拍电话入啊，直接讲啊是几号几号安尼。这会使啊，即马会使，啊到选举嘅当工就唔使啊。你特工，即马特工拢讲。高雄部长跟南美共和，很共起来。那呢，总统候选人，我请到，这都是李和，对不对？嗯，还有啥？啊，来的京东票，京东票六号啊。啊，你京东票这较重要啦。嗯，这个是要选本区的嘛？哎、嗯、呀，本区的就不就对了哈。嗯啊，京东票然后一张绝对是足长的，有、嗯、台湾足济京东的，这个京东绝对上长的，一张上大张，一张就对了哈，一张然后然后，好啊嘞。你刚刚就听这，比如讲要上简单的啦，就是啊那呢，有红阿头的，哦啊总统的，伊就是邓偌清德就好啊，对不对？哈、欸，对红阿头的嘛，啊立委的选举区一个毛红阿头啊，对啦，所以我那红阿头，你家己区看你自己怎么样，对不对？啊，啊所谓的抢救王宇川哦，这王宇川的名未离选票对，哦对对对，有一张叫做政党票，啊政党票呢无红阿头，嗯。拢无阿妈头顶面就干那写一个民主进步党，还是什么我国党有诶无安尼啦？阿六号吼，阿就安尼尔吼，阿即就大家我拢讲一遍安尼啦。但是我特别讲这個，我拢足惊，你知唔知？惊！我惊迄个男趴在头听敢笑，讲我呢个最准买噶，甚至皮也了断啊！所以俊哥他连阿卖就对啊啦，都无可能讲吼，想伊讲得爱吼。迄、那个坐轮椅啊，互人牵你登票啊，你个白啦。无啦，坐轮椅牵你登票的人真侪哦。哎，也咧啊。国债国债，我咧讲国债国债啊。迄是农民之家啦，我啊自家迄啦。迄什么坐轮椅啊？迄规条床，规条门床褥皮。迄些算国债嘛。有啊，所以这咱大家爱啦吼，都非常简单讲啊，就是。哎呀，这讲实话，真正我支持王宇川呐，支持王宇川迄个。票登六号啦，这几票票登都无王，这几票王比王宇川的票的人，对，咱的外乡支持大吼，你卖看伊红个头，一定会去进东票。王宇川是算分区的，哦，安尼，啊你分区啦，就你就适宜的机会都有嘛，对不对？啊你就迄种六号的就对，六号的，或者民主进步党，哎对，六号安尼对，啊你记二号总统。六号就是要救王宇川的，哎、嗯，就安尼六号了。你去张进东表，他开一个，咱大家拢每一个区，每一个区拢有好选，拢家己知影，拢家己知影嘛。你看你支持，啊，不分区一张，你三张票嘛，头先三张唔对，三张票啦，三张票嘛，一张总统票嘛，一张迄个不分区的票嘛，啊，一张区一个票嘛，啊，区一个票咱家己，你比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所在中间对有利好选人，咱民众好选人，你甲政府迄个。都清楚嘛，总统大清点，小米琴嘛是二号，二号你就甲邓二号嘛，哦，嗯、啊另外迄张较长的、较大张，迄张较长的张六号民主进步党安尼就对，你甲邓了，就当抢救洪启川就对，好、哦、安。
登记第六号的进党票，迄张甲登落了，你来当救一堆人啊！包括郭玉琴、万老师啦、啊，包括吼咱拄只咧念的乌心行医院长，迄拢伫内面，迄种最重要的这个的人数啦，啊，佮有这个第十，这个应该讲王义川啦，拢有滴吧，拢有滴吧，拢有滴啦，你就是要抢救王义川，你都卖去甲上下济啦，你都进党票。六合进攻票，民主进步党，安尼就对。王宇川迄个算上边缘嘛，伊就是嘛，摆杂事啊。民主党啊，伊袂中间就即下当加贵啊。哦，对对对，王宇川啊，我到别里的话，咱部分区就加足侪人啦，对啦吼。啊，咱的政党补助嘛，加足侪钱吼。是啊，那一票咱摕三十，阿爸就爱再开迄个政党补助吼，再小拢无。明年买钱拢才好开啊，啊那买了。百元包助啊！你当然要笑嘞。所以我这种政治人家的去勒勒勒勒吼，啊，自毁条款就是这个对啊。所以政党包助应该是安那呢？就讲这个党成立五党以来，我政府你阿里有达到迄个趴数？有啊，阿这有不错的。对啊，我无，就我讲这个党成立五党以来，五党以来，哎，我就摆包助，啊，像民进党、国民党啊、国党，这拢唔能包啊。这都不免啦，你政党补助款拢拢在，啊你啊你唔知有看袂用出多党政治出来，好对不对？啊，而且你这政党新出来，五党来想要下过迄个门槛，唔是遐简单嘞，哦，唔是啊，补这得啊，剩下大党唔免啦啦，卖再再补助，迄钱唔是安尼卡，迄钱你别管，别管，哈哈哈哈哈，从我拢来买钱。快来，我们好了好啦，啊，这个这迄个拿的吼，那拍个头听的吼，你也卖笑啦吼，那猛笑吼，因为啊，那恁拿我讲，那有一堆人为着这个京东票开的话，什么就回落落啦，落大卖笑笑就对了。京东话，几大个大个，京东票是大个大个。啊，只是我那听做，比如大家紧张就对了吼。我其实打电话要来讲的人，应该拢知影。知啦，对不对？啊，不是讲，唔知讲唔听。系啦系啦，来来来，就紧张起来啃你啦，安尼咧，好，啊，紧张嘛是好啦吼，来。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办哈，生产公司咱全国免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嘛，来来来来。另外，咱同款吼，相对这个总统的选情的报告，来个联合听众朋友了解一下吼。大选剩最后九天啊，民进党的正副总统赖清德萧美琴呢，昨昏带领着吼全体的党公职。东部地全国上千个一路口拜票催票，展现出团结拼啊胜算的气势。啊，赖清德强调总统蔡英文特别下令嘛，换司机绝对袂当换唔着人呢，袂当惊回头路呢。赖萧配，这是吼上有法度人延续蔡英文的路线，带领台湾继续吼啊前进的人选。啊，民进党发起着美德卡出来吼。社会三票和台湾活动偌清德一透早呢，安尼伫即个落雨天，又过风，安尼拎机机，一台白色粒两个头前的路口不断握着伊的手，啊，比出着二号的手势，甲真侪立委的候选人做伙来代表啦吼。啊，现场真侪民众安尼三者啊围来看，甲鼓励，甚至有人伫车顶吼，也着用个机啊来甲烟吼来甲吼啊应援就对啊啦，气氛真闹热。罗清德呢，拜托全国的支持者啦吼，继续邮票、股票、催票，一月十三一定爱出来登票。啊，登票的纪律相当关键的一个指标，希望无分东西南北、男女老幼，拢会当站出来挺台湾，和台湾啊，伫对的路径继续向前行。又咧讲，蔡文四当前的竞选连任，嘛伫港区的路口咧拜票，希望会当延续气势，赢了最后的胜利啦吼。啊，罗兄弟嘛，希望大家支持啊，这个民进党的立委候选人。伊咧讲讲国会过半，这是非常重要的国家的进步的力量。那正副总统当选，啊，唔过国会无过半，国家必然会停止这个国会的政治顶面啦。这对着国家的进步来讲是非常可惜的代志。无清的萧美琴昨昏因阿妈来到吼新北市的实际，来参加立委候选人赖品妤的造势晚会。
那民进党国会的席次会当过半，国民党不分区的立委候选人韩国瑜当选，并且担任吼啊，这个立法委员啊，立法院长啦吼啊，这个那无过半啦吼，那民进党国会无过半，有可能国民党不分区的立委候选人韩国瑜会做立法院院长，带领着国民党的执政的市长去香港的中联办啦。去香港的中国国台办，去啊，这个国际社会，你甲看会安怎样？我看待台湾，国际社会以为讲咱台湾无要继续走民主自由的道路啊，而且是选择要和中国走做伙。伊强调啦，唯有台湾甲民主自由做伙，才会当和中国唔敢笑想要对咱恶白来安尼啦。这些赖清德吼，安尼四界去拜票啊，唔知对一讲。跟他亲像的地震波才发生的吧？嗯，讲有一个女性兵，啊，金呐，金呐，然后咩为安惊出来？啊，这是多少查囡仔这样查波的哦？这是这恐怖嘞！这反正出手了呀！这查波囡仔在看，大家感觉讲，我无会的，这个是他。去你搞看，而且你啊，给咱小看卖啊，那翻头啊，像如果这个人生无定时，炸电视啊，都哎，大电视影响无得啊呢。所以啊，为安吼，可能先下面一手嘛，哎，你下面一手叫我动画给你嘛，重新去训练的啦，人啊，你别晒钱。啊！偌清掉，去摸掉啊！摸掉诶时阵就足危险嘛！诶，有当时啊，咱袂当讲每一个人拢一定安尼啦。对啦。哦，啊，但是总是安尼嘛，吼，就是安尼。有迄个热情的人，就是安尼。你袂记即阿扁啊？迄当时咧做总统的时阵，唔知是选调啊，还是当咧选举的过程当中，毛查某囡仔提来三颗新的，你好签名啊？嗯。阿姨咧签名，过程当中用我过去啊。嗯。迄当时无做一人三声吼，提物件要阿扁啊签名啊。嗯。啊，签，多好带着一个查某囡仔我兄一撮新买来衫裤，啊我阿边啊签阿边啊，我去那时看到讲搞啥子，这边签嘛唔签，签嘛唔签，那边阿爸，人个爸爸做你讲，啊其实吼，咱那迄个有真正支持咱候选人吼，本身咱家己都要候选人，伫安全的状况之下啦，我阿你家己卖做迄个动作主任，啊别人就会未去恶嘛。我是今麦用内人的恶力吼，我是讲我即个是双股吼，特别严重的是说，不是台湾的双股哦，台湾甲中国的双股，即个是双股的。大概嘛拢安尼，嗯，对啦，即个特别严重啊。台湾甲中国的双股的，因为啊，行动拢总是中国的，等于中国的代言人，还是在咧搞双股。所以台湾人，你家己爱动我好了对，你要动我台湾无，还是要动我中国无？是台湾甲中国的双股了对，那是咱台湾人爱去想的了对。所以我这两党拢全中，叫中国的，所以我甲定调讲台湾甲中国的双股，安尼看袂无？你要中国管无？那要中国管，你就一定这两党好啊。啊，那是民进党家己会当保护着咱台湾，你有信心，你尽量大家别拢投给民进党，咱家己管，咱家己处理了着，咱免靠中国，中国台湾吗？对不对？嗯。包括现在哪，伊都无中国管呐。嗯。安尼着，所以讲起话，就台湾人来想啊，中国甲台湾的冲突。对。好。来，感谢啦，0800-0500-6688，生产公司呢，咱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电话哈，来，进广告啊，稍等下，咱就开通口音的电话哈，来，感谢。0800-0500-6688。这个是咱全国民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接下来要来跟咱听众朋友做介绍推荐，这是咱圣山金立明第二代。咱圣山金立明第二代，这是由着咱加拿大美白油厂所来制作而成。而且啊，伫咧制作过程当中是经过吼啊，咱高科技来做萃取吼。
这个高科技就是专门啊利用这个螯合技术配合 PICS 这个高科技的萃取，这是咱拜尔博士伊所研究出来的一种专利的螯合技术。这超临界萃取是咱国内外眼科医师临床所来肯定。当然这嘛是经过吼啊日本啊韩国包括美国加拿大这个眼科医师啊所来认定。目前就是吼拯救视力危机的名药，当然咱内底成分有真多，伊有红素、玉米红素，包括花青素、小米草，包括吼啊决明子、稀油等等等等，真侪行的物件。这所有的物件，如果你若无来利用专利的螯合技术来甲做萃取了，会为了对啦。当然，咱的身份会大大的减少。简单讲就是讲，你无这项技术来甲做萃取这的配方，你所吼得到的这个效果未通真济。啊，所以咱啊尾巴啊，咱尾巴药厂吼啊，咱拜尔博士用这个专利的螯合技术来研究这的物件，这是目前上界新、上界安全，而且是上界有效保护目睭的良药。听众朋友，咱平常时啊，你都感觉讲有视力的减退，白内障、老花眼、视网膜病变、黄斑部退化、老白油、白网症、大眼睛等等，甚至你本来都已经是近视，尤其是高度近视的人，你拢会当来搞挖科。来个挖课吼，啊，当然，咱平常时如果你那是讲吼，啊，时常咧用电脑啦、啊、耍手机啊、来看电视的朋友，包括你的工作是需要去进这个小小的物件，大家拢爱看，你目睭一定会比较吼，较容易损害到。啊，是讲吼，啊，咱啊，长期间吼，伫外口咧走外步，不管你跳多摆，还是讲你是开车的朋友，有可能你会挂一支乌林的目镜来保护你的目睭，这真好。但是如果你若长期间咱咧落来，对咱的目睭的伤害嘛是真大。恁拢有可能吼，会提早比人吼早一工着白内障，吼白内障。啊，当然，如果若是讲有遮个镜头，诶，朋友包括吼你的头脑、你的事业吼，是咧看遐物件的人，你会当来吼挖掘咱的金立明第二代吼。啊，咱信山公司金立明第二代吼，这是由着咱加拿大尾巴药厂吼所来制作而成，然后。来，接下来去另外要来给咱推荐介绍吼，这是咱的信山软骨素。咱信山软骨素里面有真侪成分吼，真侪成分拢是日本吼专利啊的产品的物件。啊，这软骨素里面伊有日本的专利，就是软骨胶原，包括日本专利乙烯葡萄糖胺。这个乙烯葡萄糖胺，伊最主要是咧吼修复咱受损去的软骨。硬骨，包括咧制作吼，咱关节吼凹翘，不管是啊，这个手的部分，也是讲脚的部分，这个凹翘关节这个所在吼，制作以骨长骨长，和咱这个凹翘的过程当中会当润骨，吼会当润骨，那像从咧尖肌油迄一般，安尼咱就较袂去伤害到咱软骨，啊较袂去伤害到咱的硬骨。啊，如果咱这个啊关节这个所在，如果曾经也有去受伤过的话，有可能你这只骨长骨长，而且功能会减退。啊，这个功能如果若是减退的话，你吼啊分泌出来骨长骨长，伤过头少，还是根本你无在掉，能去分泌骨长啊？你当来个挖去吼，咱信山的软骨素，日本专利乙烯葡萄糖胺专门咧制作骨长骨长。如果若无只骨长骨长来给咱润骨的话，咱的手脚、咱的脚脚、咱的关节的每一个所在，真容易会去损害掉。简单讲就是吼，你打碎咧磨吼，你迄个软骨咧去磨害去，啊磨害去就抓入去，你就磨掉软骨，就是开始关节咧疼痛的时阵。现在软骨素内底也够连得。糖小分子加完200，包括维生素 C， 一个咱个美国 NEC 200分解加素，一个有爱尔兰有机海藻钙。这个爱尔兰有机海藻钙吼，这是补充到咱人类骨头。
头当中的钙吼，上加有效的物件之一。当然有真侪啊，迄、那个产品啊，伊拢强调讲话，伊的这个产品内面会当补充钙啊，补充什么钙？当然迄时吼，因所啊因的认为，但是咱直接要甲听众朋友，要来甲恁介绍。目前补充钙上钙有效的物件，就是咱的爱尔兰有机海藻钙这个物件。所以这个物件就是咱这软骨素内底主要的成分就对了。所以有机大件的台中朋友，有人甲咱介绍个非常清楚了，对吼，非常详细吼。初分啊，什么种种拢甲恁讲啊，非常详细。软骨素加一点里面的第二代就对。除了这三边以外，信兰公司还有希乐通，希乐通专门的过去等候清洁。这灯啊，若无清洁是袂使一个，怎么这灯啊白听哦？你家上方话者就对，惊死人，好嘞吼！所以红气的话，经常听讲，气路通全部第一条灯啊白清理的就对。这个是刚才咱信兰公司有这这个气路通，这另外这集团研发的就对。阿和技术，他都要你讲阿和技术就是种物件，所以红气的话，我恁灯啊清洁，卡袂去记得这灯啊白听。这非常清楚的对吼，所以啊，个人五宝喜乐清，这会用吼，未使回楼客，会用来楼客对啦，像咱一条狗啊，你赶快的对，楼客也他开始惊人杂七的对啦，误为名家就也开始谈，一条狗啊就未通，未通就归臭嗡嗡，做上去的话，咱会更赶快秘书的对，那要他掉的对啦吼，往下咱招白虎啊，别闹哩，看别那楼。在心中看不安的，后一个血不通，在卡不通的哦，你把它清净了呢。所以详细的话，经过补虚毒清改加哈，补肾健，南苏冰露，钙合三冰的对啊哈啊，帮你出问题，能怎样哈？吃补肾健，惠阳所，日本韩国，一年销售5000万辆，台湾多多多。电台改咱咧做咧呢，米拉接触团就关乎咱做安尼咧哈，所以主要在三冰以外。那用许多山这三边来做搭配做使用，有人不了解，怕点我做详细说明。空白空空空五八六六八，非常感谢，感谢。好嘞，感谢哈，咱哥等来搞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现场，全国免费的电话专线0800-0500-6688哈。来，感谢啊，咱今晚呢，咱哥等来搞这个现场，来个开放可以的电话啊哈。来，听众朋友啊，咱的电话就是2699-5656，2699-5656哈。带来的电话，我不查，不用老被卡。麻烦打一个空六哈，好来，同事啊，就可以来。嗯，喂，阿金啊，嗨，来哦。我正想上跳了，我就会签到一结果。啊，咱今嘛听我吧，你说啊，咱下方这里台湾管理法啦，啊，嗯，啊，连下中华民国管理法，啊，下方台湾管理法，不是暗时讲跟台湾就该在爱该作业吧，对不？啊、所以你们台湾管理官哦，对啊，是啊，你希望这中华民国去得意中华遐木怪人，伊就要饲怎么饲人？嗯，因为这种就是这偌些贵啊，你听无？嗯，你听无？伊当时出起来，伊未一代未讲嘛，伊嘛是未咱这代人嘛，吸收，不得意嘛，台湾管理官嘛是咱台湾人，所以政治文情理论哦，大家较清楚。嗯哦，其实去做政治委员，一点都忍不好了。对啊，好好好，了解下来，你好，系。喂，好来。三位，嗯，你好。嗯，系，大家。我唔乜可以，我即个头即个。哦，感谢你哦。嗯。伊款咧，强不亚当哦。是。白菜话连篇啦。哎。伊也爱讲白菜哦，讲我飘飘飘较好啦。阿飘爱听迄啦，阿爱讲哦，迄好友谊哦，伊伫表示哦，迄献花哦，伊着卡拄涂卡落，迄清明都唔，清明唔爱收啦，嘿啦，迄那个涂卡咧清明唔收啦。边个含能选总统啊？别鬼炒鬼大水。嗯，对。嗯，系啊。嗯。啊，无建国，啊无一项票诶，啊无一项国家诶，迄个。一段牛肉，拢咧，讲拢咧批评在青岛咧，白菜
几大堆。土鸡在里头啊？在里头啊？拢爱讲白菜啦。哎，土鸡在里头。因迄种位啊，当我足爱讲白菜的。嗯。啊，咱哦，咱台湾人哦，2300万人诶，台湾人哦。你怕没有好友谊，我跑过中央一边，还是买好来听得哦。嗯。好呢，华人台湾人过全世界。哦，安好台湾人家己真得噶。好，安尼好 ，OK。嗯，谢谢，好，感谢，谢谢，好，感谢啊，来，你好，你好，嘿。我相机，好快动啊，来。我是那种去听什么？啊，一下听恁滴讲迄落迄个，国民党的所有议员拢底下滴迄落讲赖清德安怎？一定买上台回应呐。如果赖清德那就国军部分的行为上一下就好起啊，对不？对呀，哎，一下就好起啊，伊免个房贷几千万的啦。对不对？伊反复总统是领导怎么讲？为什么今麦准备吞落几工？伊在要讲。是。哎呀，就怎么个回应啊？我哪个有什么贪污啥？我打得好起啊，我就背足最清楚啊。我连房贷都赔了几千万啦。是。这个，哎呀，我是外，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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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谢谢，来，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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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咱赖清德副总统甲柯文哲就来做比较，咱对咱赖清德吼比较慷慨，吼、哦，那么新人就做比较慷慨啊，讲就是正品啦。有时间来阮台南，我要请伊来台南夜市啊，要请食好料的，好、哦、希望吼、哦，嘿嘿嘿，人家即形象即个，那叫不等，但是是正品讲哦，伊吼。那个有几个善意啦，唔敢答应。哦，啊，我这么讲柯文哲，柯文哲在那在嘴上讲说让阿你接亲啦，哦，啊，伊会有讲描述啦，我比较改一步。我希望柯文哲吼、哦，你若像我你柯文哲讲哦，柯文哲我跟你讲，你好我讲啥啦，开一个国际记者会，我柯文哲吼两个后生还未娶某，啊，我是讲要。传你神经病的导演，神经病不好，这样子导演啊，我们叫在场，好嘞，好嘞，好，感谢，你啊，哎，我先去拜托呗，哈，麻烦姐，我通啊嘞，先去呢，我来我通啊，啊，你好，我通啊，好，拜谢啊，我通下来，你好，你啊，哎，哎，大哥，大师你好，哎，我今晚哦，一个。周冠廷呐、啊，还是迄个李正浩因吼、哦，嗯，也过来了、哦。啊，那万不伊伊咧逼迄个新政遐代志重过吼，咱干嘛讲有律师啊斗下手一个？应该有啦，无可能啊，迄有可能无律师甲斗三工呢啊。诶，我感觉讲有时啊吼，因为伊咧拍伊这人才吼，你尤其你正好这人才吼，伊伫赢遐，伊迄个那赢无要用过来咱赢吼，我感觉真正爱啊重用。嗯，有啊，还无甲重用啊，就是本来要去做部分区的啊。哎呀，我都红甲别讲伊以前啊，哎，个在嘞。有啊哥啊，不要一赢有啊道歉呐、啊。有啦，这种等于的呀。好，干嘛讲好？谢谢、啊嗯。好，感谢，来你了，嗨。喂，大家好，香港，我今日在聊天哦，爱过半出场啦。系啦，爱过半啲斗票票哦。系啊，无边拜下总统话，呢样聊天，你总统呢边无过半。台湾人呢度废气啊。系啊，所以我。所以当然团结啦，冇互相攻击哦。我当时喺交界，伊有直接就怪就插棒就出嚟啦。所以这几人就冇伊会当出嚟。我希望大家大家交界帮忙回忆，但以前做年轻咧就蛮好，大家做年轻咧算咧哦。就做实在够辛苦，我是做工作嘢啦。好，哎呀，我稍微老早，老早，这个。
咱民进党无议员吗？应该有吧，足多吧，吼。国民党会用甲议员全部集合过去，往往现在的都可以。啊，咱民进党袂向吗？嗯。要给给你台湾的交警、查某警，啥物人上知啊？警察，对不对吧？吼。嗯。啊，咱恁台南的迄个叫啥？那个拉牙啥？好，了解哈，好，你好，对，好好，这口音人真侪无好看，会使做 N 一点嘛吼，出无几工哦，啊，我吼拄好听迄总裁都讲一句话，这是中国甲台湾的战争啊，因咧报告啊，代理人啊，啊，甲咱爱台湾的一场战争，啊，这边咱啊吼，算数哦，啊，咱都真轻松，新疆西藏的啊照片，啊都。香港的第二啊，后摆啊，选区长就好啊，一区的区长就好啊。啊，这边国民党因咧垃圾部啊，我乌鸟脚抽啊。啊，高一关咧，港一关咧，讲迄好笑话，变哎呦，变三倒四啊，唔冲个 A 片啊，迄真糟蹋人个。啊，我乌鸟脚迄关抢抢断路啊，路恐怖。啊，嗰个电话吼，啊，嘛拢是骚扰咧，恁个电话吼，嘛是干扰咧。我帮恁去查，啊，甲迄个咱本土个电台弄就会干扰，明白个咧？民进党的中央嘛，可以变破感了，真严重。台湾人这边就尽量弄出来办，吼。嗯嗯嗯。哎，你好，你好，你好。喂，啊，鲍律师。哪有？哪有？啊，听有无？有，真清楚。嗯。有啊。啊，我从出事填迄个民进党填啊，无了无够吼。啊，我较早可能吼，迄个。那个健保拢用分期付款的吼，啊，落尾来找我们这样的公司啊，哦，我们这样研究所一个月赚无三万啊，嗯，啊，我们头下就是刚刚去看报告，台大报告哦，也有那个结石啊，确实那个有机，嗯，啊，有机结石，嗯。他底下吼，啊，都变有迄个水，这水底下在底的无？嗯，嘿，啊，伊当当老公遐就费十外万啦。嗯，哦，啊，我希望民进党吼，忙得点点啦。嗯，你知人个痛苦无？嗯，对不？我天啊，无点无找你知哦。嗯，哈，你怕死我来等我民进党啊？安尼啊？好，安尼好哦，好，来，好，来，你好，嘿。还是请阿三，张总统话在做委屈的，做玩弄的。你好，我听中国中国国民党在调高票，调太高了，调太高叫人讲伊太忙，身体还不做在那个胖款，你讲胖款。张总统在热心的，用这个老头那个出来害啊，害热天的总统话，你看咩啊？嗯，我这么天凉的，没有。哎呀，你这么天凉，那你好 ，OK 好。好，感谢啊！哎呵，哎，这有当时啊，你讲爱说，说讲要说急啦，慢慢啊讲。是多生病哦，是单追病重要。我们叫他把钱扔。他无差啦，了解得。哎，你好，哎，你好。哎，你好，先叫大家好哈。哎，你好。你这边黄姐，你有好梦嘛？吼。嗯。啊，我们家也办事服务啊，伊真正都讲啊未歹，但是做真正兼讲一项，京东表爱六号。哦。拢。捉嘅，最看住捉嘅多王鼎武，我讲看王鼎武讲。嗯。系啊，捉用嘅。哦，你讲伊啲功德大啦，吼。系啊，一功德大拢冇讲啊。冇讲哦。有啦，我拢系补充讲啦，系。一六号，如果买又得仔啊，冇我先知啊，问就一六号。有啊，能票搬嚟呢度仔啊，要等嚟先搬好你呢度仔啊。好，安尼好哦，用时间够啊。时间够，好，来感谢啦，先讲过来。来，恁都只有报到真济新闻啦，吼。
啊，尤其即马吼，剩即个最后高岗特别断票安尼吼，啊，有可能吼、哦、未来一寡吼假新闻、假消息会愈来愈多、嗯，啊，有可能会愈来愈凶、愈杂，然后、嗯、啊，所以看到就是甲动作吼，啊，即、這个无看到安尼甲删掉，嘛，搁底下咧假闹，搁底下咧一团团咧无啥物意义啦吼、嗯，啊，尤其你若搁底下咧帮助搁假团的话吼，去用杀掉的话吼，反正连你都有代志，对啦，系啊，对啊，啊，尤其是了卖家己讲传染病。有的没的哈，这样拢未使啊哈，哦，这俩条咧，发生事实上的谈得着。今天吧，感谢咱台湾电视台收听咱台湾人过的节目吼，一支持啦哈。今麦够时间吼，啊，咱来讲大清朝这座总统选举是如何？嗯，民进党的进攻票，迄就是咧选不分区的，也好，安尼就对了。啊，家己开一个议员，迄个立委参选人哦，恁家己一个所在，一个所在。拢过程恁一定差下滴啦吼，你记这两点了，二号总统咱偌清掉，三号我六号都是迄落咱的政党票了对，吼安尼记的，安尼就可以啊，吼安尼，啊足简单尔，啊吼啊那唔知啊，做咩就对啦吼，老古啊有可能较去问一下啦吼，嗯，应该大家拢知啦吼。对啦，卖上紧张啦，卖上紧张啦吼。这时候诶，本过领导荷兰啦，啊恁。